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跑错了。爸，安心洗澡的时候你怎么能进卫生间呢？谁知道他洗澡呢？哎，你这城里的房洗澡跟上厕所隔一屋，谁住得惯？那你不会敲门吗？怎么，你现在也成为城里人，开始嫌弃我的乡下爹了啊？你这都哪跟哪儿啊？我看你啊，根本就是娶了城里媳妇儿忘了本了。你现在跟他呀、一样穷讲究。爸，哎，行了行了，我要睡觉了啊，你出去吧，烦死了。他怎么说？我爸在农村待了一辈子，到了城里住不惯，你多体谅体谅他，他不是故意的。那他也不能在我洗澡的时候进来呀。他说什么时候回去了吗？我都说了他不是故意的，你非赶他走干什么呀？我的初衷不是为了赶他走，我只想保护自己最基本的隐私而已。我看你就是在借题发挥，你看不起他就什么脏水都往他身上泼。我告诉你，我也是农村的。韩爹，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起我还顶嘴，我是你男人，大半夜吵什么吵，还让不让人睡了？老婆，今天是我冲动了，别往心里去，明天我就跟爸说，让他先回去。